就阿奇尔也有钱，只是阿奇尔，因为现在这么的皮肤强，所以我们第一等点一，然后这样超多东西飞过去，超多人一起过去，是吗？知道吗？不是，我不知道我一等烂哦，我一等，我一等还蛮强的，我一等就一个 Q 而已，来，好玩，走第一个。换人没有打到炮，哎，有点到吗？我那个出不来，哎呦，哎，完蛋了。奥恩下去，奥恩下去，我那个点不出来啊。我的触手现在那边，你在干啥？吐火哎、欸，神器，神器。现在奥恩变成上路 T 万角哎、欸，因为征服者没有真伤，现在打奥恩超难，打坦克很痛苦。可是我觉得这样反而特朗的 jungle 会变很。所以现在坦克变成量都难开，坦克变得很强，对不对？会屌康啊！昨天那个谁老高玩那个特朗德，咬一口那个奥恩变超薄，然后特朗德布防三。哎呦！干！他这个红 buff， 我要吃那个。他这个红 buff， 我们这样下路就好打了，对不对？送他们一个电瓶。这人还敢蹲我，这样？电我没用啊，我会补血、啊欸。小心哦，夜曲靠，夜曲靠。我们也靠啊！没有没有，没事，他回来了。啊、哦，我死了！哎，这个镰刀要赚完钱才会自己升级哦。这个镰刀自己赚完钱才会自己升级，好烂哦！对，赚500金钱会变守卫，然后呢？然后赚1000金钱会升级。哦哦，垃圾哦！我怎么觉得之前的东西比较强啊？他上路快玩不下去了。哇，真的！征服者一直发一直爽哎、欸！把游戏给我！终极蛇皮、欸！他们看到我那个东西掉出来了，然后就在有什么？他们。这个漏线漏的太严重了吧？就刚下打那么激烈，两边jungle都没拿到助攻。刚下路完全是我们两个下路，我们两边在下路在互打。呀！哦。他那个绑没有绑到是没有伤害的，就打到那一下会有伤害。哦，我刚刚好想要一个 Q， 一个 Q 那全攻全都不见了。终极蛇皮，
嗯，我用弹的。哇，对不起，打到一下，枪收不回来。gank 长不长？夜曲六龙，六等哦。靠上！被炸死喽！烧不死啊，剩一点点，继续杀死。忘掉，没关系，没事。你要不要踩死啊？想啊想！我靠飞！直接飞你了！欢乐全家餐。哇，好惨哦！这样有没有1300？回家什么？我先当金刀，这样等一下对面乱买两根。哇！哎、欸，中，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！我、哦、帮不了他。哇！哇！防止他们吃水龙吗？你48是啥呀？到灯塔皮在家。我们下路撑住啊！我们看看上路大妈能不能救我们。爆娘302嘞！没事没事。我觉得这三大根本不像路线的老婆，应该比较像静的老婆。你不觉得比较像吗？你看那个，你看那个斗篷，然后还有那个攻速，还有那个大绝，还有那个大绝，这不用我讲的吧？大家都知道的，不能。大家都知道的，要来。这个跳前道具要叠满，是不是也是要很久啊？好，点的不要不要的、啊。
征服者好好出发、啊。我还没溜啊。哦，是龙。有点东西了，真的够硬的，超级硬。OK， 哪里？看完死去，对，看完死去，看不到你啊！我知道开大了，我刚刚有菜。在干嘛？算了，我什么事都没有做，他就死了。中后，应该是中不了了。你炮梁会掉？没有，我中到中期二次，我就把炸，因为那个炮梁不可能冒。刚刚那个大绝招，我一个我中了以后，那个啥都可以。是说他们？下面下面下面，下面有装狗、哦，入鸭。他们两只半血了，我们逃掉了。那、啊、这样子的话，下来这一波要放，这一波放掉这。我们在持续试着，别打。放掉，放掉，放掉，放掉。再看下，我再看下，打地下那吧。他们不知道我要来。有没有个那个乐视？哦，他应该手动就做好了。哎、欸，不见了！哇，你这个，我想去拿那个灵魂呢，可以帮我一下。怎么把八死？让我们两个拆塔超慢双人组，真的好不吸钱哦！两个拆塔超慢双人组，有个人还要装子弹，有一个人 A 超慢，先退先退。不能跟炮鸟进靠谱，我想这里做当然哇，戳死，干死了。嗯，哦，你出风切的，还是刚好前锋？现在变强了吗？现在第一下有，现在有暴击啊，有暴击几率是不是？暴击，然后那个射那一下会缓，就主要是有暴击。
小心被胖娘踩了。那我们上下路再上。那我们吃这个吧。是啊，你们吃，你们吃。出吗？庄哥也在，庄哥也在。我们不要上路，应该死了。关键是要你看到硬干他们还是死了。哇，你是怎样啊？一打我，我看你是一打四，是不是？你那三人扶着，不是对吧？怎样啊？投降了，人扶着，一个上路打崩对面，哇，太牛逼了吧！这四个打 boss 哦，四个五个来打你，被你打成那个。